同学您好，欢迎进入易配者软装学院与中装怀疑教育研究院合并办学的软装课堂。为了能让您学到更多软装设计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提高签单率，在学习过程中请您务必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因为您所学的课程已经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储备委员会颁发的职业证书考核标准，如果您要从事本职业，请您认真学习，以便于申请国家级职业证书。第二，听课的时候，请您认真做笔记和课后总结。在网校视频的右侧有一个笔记专区，请您把笔记记录和总结发布在网校的笔记里面，因为您的笔记和学习总结将会被记入学籍系统，作为您专业技能考核达标的凭证。第三，如果您学习的是 YY 直播课程，没有看网校视频，也请您把课程笔记和课后总结发布到网校的笔记里，班主任老师会统计学分，进入国家职业证书申请考核系统。啊，同学们好，今天讲艺术品还有收藏品风水啊。听见老师说话的，还看见画面的打168，感谢各位同学。小平胡玉啊，你念玉啊，或者啊玉，但那玉啊，你后面 你还得加一下啊，感谢就不一一的回复了。哎，有很多老同学啊，像海纯呐、啊，吉瑞也来了 ，OK， 韩某先也来了，很难得，王琦 ，OK， 收藏品风水啊，看，啊，不是收藏品，艺术品就是摆件。大家说字画，平面的啊，字画和艺术品的区别，什么区别啊？这东西啊，一成型就。啊，一成型那就严重了啊，能量非常大。艺术品一成型是什么？这是新加坡的什么象征？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呀？什么？狮身鱼尾象，大狮子，这是尾巴，两部分组成的，喷水的，水代表什么？山管人丁，水管什么？大家说山管人丁，水管什么？对，王松林聪明，管财。对，这就是新加坡西洋，它起什么作用？就是招财的，招财的。所以呢，你家呢，如果要是缺金啊，大家说啊，就缺金，缺金可以放这个啊，缺金缺水。放狮身鱼尾象，看，这都是金融区。哎，这个不错，这就是吉祥物。
讲四品呢，从十二生肖开始啊，大家要知道，摆四品不能够怎么样，冲，也不能够怎么样，冲，刑，害，这个知不知道啊？十二生肖，十二生肖知不知道啊？冲刑害啊。不知道的啊，打一下二；知道打168。你十二生肖最担心就是摆错。王琦还真有二打二的，那他少数服从多数啊。OK， 我先问一下啊，马和谁冲？大家回答一下，回答之后呢，那位同学就可以受奖励啊！我就老师就回答他一个问题：马和谁冲啊？亥，马和子啊，午 ，OK， 子冲亥呢？对啊，张金瑞，对啊，亥呢？牛，张静。真聪明，对，牛，太好了，对不对啊？那上如果想要写上啊，属相会更好的，比如张新瑞，老虎，虎呢？虎跟谁冲啊？寅，跟谁冲？跟谁？猴子，对了，和谁行呢？和谁行？没有跟狗冲，胡玉你自己编的呀，胡玉啊，那个字是增加传播成本，这个字大家不认识啊，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大家都不认识，增加传播成本。老虎跟谁行啊？这个老虎你谁？蛇，还有谁？太对了，韩猛星还记着呢，对，太对了，王松林专业啊，身，对，这三个是相形，什么打官司？所以你的艺术品不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的艺术品。不能出现啊，不能出现冲刑害，这也是你们做方案的一个价值，拿单的一个价值，哎，这就是你们的价值，拿大单的价值啊，这要知道。好，这重点啊，鸡和谁冲？行呢？害呢？兔冲，行，自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叫自行啊。其实找个行啊，自行，自相矛盾。亥是多少？金鸡一犬类交流，所以今年这边怎么样？流年不利，懂不懂？懂得打168，懂不懂？对，海豚，流年不利，懂了吧？哎，
不懂打一下二，但是流年不利不懂。今年谁差点啊？今年狗鸡龙，注意啊，谁是个属相的谁自己知道啊。好，这就是什么呢？是艺术品，从生肖开始，这十二生肖开始，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好，再看一看啊，刚才举个狮子，艺术品呢，挡煞用的，当门神保护神的，还有貔貅门市，这是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貔貅，这是新加坡的。别墅吧，上面的小狮子啊，但是貔貅注意啊，貔貅谨慎，一般大部分貔貅它都是怎么样？它都是守墓的，注意注意啊，注意。好，这是什么？这是哪国的？大家发没发现吉祥物是不是处处在啊？哪都有吉祥物，是什么地方呢？代表什么？它代表什么？大家要回答问题啊。美国华尔街代表牛市，这位置不能放熊吧？你不能放熊吧？哎，所以呢，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金融方面，金融区放的比较多。他今年能不能放牛啊？今年放牛可不可以？你今年你给一个方案，你说了，哎，我跟你放个牛，代表官非。今年啊，今年不适合。对了，这懂吗？什么比较多呢？这个比较多，中国银行啊，外国银行放狮子的比较多，门市艺术品。中国放的是中国狮子，实际狮子在中国原来是没有的啊，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对吧？哎，这个好。所以呢，上次呢，在大连吧，有一个银行，他就是搬新址，就问老师要放什么，哎，老师推荐放狮子，放狮子还是 OK 啊。这几个大家知道啊，看家鸡的狮子呢，不要太大，因为它是比较凶猛的啊。一般来说，狮子怎么呢？嘴巴有一张，有一闭，张是为了招财，闭是为了守财，取其钱财，只是不吐的意思啊。有张有闭的，你不能两个都张，也不能两个都闭，这懂的打一下幺二，懂了吧？一张一闭，要放俩，一张一闭。所以你到天安门前，你看着狮子啊，还有一个公母，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啊。除了狮子之后呢，还有象。象，哎，我问你，如果你在家，你觉得狮子好还是象好啊？同学们可以打一下啊。你觉得狮子好，象好啊？象呢，基本上是比较吉利的啊，它是比较吉利的啊。之后呢，造型比较温顺啊。形必端正，履必深，哎，比较沉稳，象好是吧？这个大象都是比较啊，比较舒服。但象有什么毛病呢？大家看啊，这鼻子下来的好还是上来的好？这有象，啊，勾柴的，上来的好，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他有时候那有的那个那时候艺术品呢或者是那个石子它就是这么下来的，哎呦特别的难受。上我上来的对不对，这个感觉的，哎哎，这是新加坡原来在新加坡圣淘沙赌场里边的狮子。大家看这狮子几个腿啊，这狮子啊不是这像几个腿啊，几鞋啊，很夸张，艺术品嘛，对吧，夸张啊。所以你买 T 恤也是的，是上是线条的方向，线条的方向感啊，线条是有方向的。大家看一看啊，下是什么，下雨，倾斜，大家说倾斜的情绪代表什么情绪，你会想起什么情绪，大家想一想，哎呦马斌回答的非常棒，吃路，大家看这感觉呗，哎呀真倒霉呀，我怎么又赚不到钱呢，是不是雨的感觉，失落代不代表病啊，沮丧啊，对吧，哎所以这个感觉一样，它跟这个感觉一样吗，是什么 logo 啊，是什么商标啊，这是什么商标啊，对号是吧，不一样。好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灯笼也是一个艺术品，谁家现在还有灯笼呢，谁家还挂灯笼呢，还挂的请打上168，没挂的一律打3啊，没挂的啊，家里没挂灯笼的打3，哇谁168，谁这么厉害，我看一看谁这么厉害，楼明超，楼明超这么厉害啊，还有灯笼啊，王松林也有啊，江兰也有啊，给这三个鼓掌，这 是发财的标志啊，不管是过年和不过年挂，这是挡煞的，这是艺术品挡煞的，有小灯笼啊，小灯笼有啊，小灯笼力量没有大灯笼大，但是也有啊，对不对，对艺术品啊，你看没看到，这是不是，这就是你今后的秘密武器，老师跟你讲的都是非常有用的啊，都可以直接用的，你今后的秘密武器，你看它灯笼啊，对，还有对联，对联啊，对联有的挂的请打168，没有的打一下34吧，对联人家过年了、啊、还挂的，哎，还真没有，还真没有，有不少是聪明的，真的。对联也要挂灯笼对联，啊，没有对联，再写一幅好不好？不行，老师给你写一幅啊，你挂。好，现在从空间讲一讲啊，讲一讲各个空间六大空间的艺术品。六大空间的艺术品，首先要看一看玄关，玄关我们都要基本上都会摆三个，
一个什么呢？一个叫貔貅，一个叫龙龟，啊，龙龟，还有一个什么呢？蟾蜍，三角蟾蜍。还有五帝铜钱，因为五帝铜钱一般都是放在脚刹啊，都是用打煞用的。首先看一看貔貅，貔貅大家注意啊，貔貅谨慎吧，好吧，谨慎，貔貅谨慎。玄关是干什么呢？玄关缓冲地带，它是杂气进入屋内的必经之气，它起码挡煞很关键。龙龟呢，看一看龙，属鸡的可以啊，老鼠可以啊，属狗的能不能放龙龟，大家看一看属狗的能不能放龙龟，再从五行从生肖来说可不可以，不可以的。猪要谨慎啊，猪有时还可以，大家要谨慎，要谨慎，你时刻要知道生肖之间的冲合关系。对，这里想一想啊，一般貔貅放是对着门，对吧？这是门，都对着门，对吧？啊，这个蟾蜍呢？蟾蜍放一般都怎么样？背着。有的时候呢，在台湾，有的时候早晨把它对着门，晚上把头就对着屋内土财的，反正也不嫌麻烦。就是这样啊，玄关你要知道它吉祥物有三大吉祥物，嗯，这里要考虑一个貔貅和麒麟，那个麒麟呐啊，大家说你喜欢这麒麟还是貔貅？大家看，麒麟还是貔貅？老师重点推荐麒麟，麒麟有文化，对不对？有文化，麒麟送子啊，没有小孩的，你送他一个麒麟。叫麒麟送子，送官送财，麒麟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哎，财者我要说啊，素子的不好。啊，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啥？来看一下，像琉璃啊，也像，但有时素子真的是不好，大家注意啊，这是传统的吉祥物。大家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两个现代吉祥物，一个是招魂棒，这个是金沙赌场啊里边的，看一看，这就是艺术品啊，既叫擎天柱，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上边有压的时候，梁有梁压的时候，可以放树状的擎天柱，也是招魂棒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在你在家希望大家不要摆，这是玻璃做的，商业空间像战场，不同家具它要震慑压服，它具有震慑压服抢夺的功能，零和游戏，这个懂的请打一下168，商业空间不同家具，不懂打二，你别把家弄得跟战场似的，是不是？好，玄关、客厅，这是啊，你要考虑。大家再看一看啊，客厅。客厅和主卧啊。最好的艺术品是什么呢？
大家说是什么呢？金块、金条，同意不？同意打168。你知道英国女王啊，她最喜欢去什么地儿吗？金库啊，大英地，哎，这其实全是金库，最好的就是金条。你听懂的，打一下368，听懂的啊。听不懂的打一，我看一看，嗯，金条。所以我现在问一下啊，你说银行为何发达呀？知道吗？你每年在新加坡还得花150块钱新币，完事把包买个保险什么保险箱。之后呢，放哪里呀？放银行。忘谁呀？忘银行。对，那花钱吧还忘人家，能看懂吗？对不对呀？你把那里呀，谁有金条的啊，打一下3，我看看谁家有金条的，小也可以，哪怕你有金戒指可以啊，戒指也行，戒指也行啊，戒指也行，都有啊。大家看啊，打3的大家注意了啊，上他们家抢银行去。哎，对，这个金呐、啊、非常关键，金呢是一个净化空气、引发财富的一个吉祥物啊，最好的装饰品就是金砖，跟金有关系的啊。这个戒指不要瞎放，放在卧室的财位，懂不懂？首饰放哪？放哪里啊？放财位，放家里财位。还放哪里啊？首饰放在首饰盒里边，财位在哪呢？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是个卧室的话，这是个门的话，财位就是这个45度角。如果这是床头柜，你的首饰盒就应该摆在这个位置上。这是静位，这是一个房间最藏风聚气的位置。静，哪个是动位啊？就是门口是动静最大的、杂气丛生的位置。我现在问一下，你说首饰盒还有那个保险柜能不能放这个？这个能不能放在保险柜？大家说能不能？财柜，为什么呢？破财呗。好，那我再问一下啊，冰箱，你上回讲啊，冰箱能否放在门口呢？有这么放的冰箱，可不可以？冰箱可不可以？冰箱也是财库，有人不懂，不能放那边，就说明什么呢？我可以探囊取物，天天到你家就拿好吃的，都不用还，到你家借钱都不用还。那注意啊，这个暗示作用非常强大。哎，大家看这个摆卧室、摆客厅好不好？花瓶，好不？这个谁喜欢？还有看一个木雕，这个怎么样？这个陶瓷的怎么样？美不美？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卧室还有客厅的财位、主位附近，就主人的位置附近。这个瓶代表什么呀？葫芦，化解官非的。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拍卖会上很贵的一个瓶啊，乾隆年间，看它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卦象啊，带卦的啊。好，下面看一看啊，大家看一看这几个瓶
哪个好看？这个你自己看哪个怎么样，这是一，这是二三，你看看怎么样，比较一下。嗯，你看就明白了。风水靠什么呀？实力，靠实力。这感觉为啥？一二一对比，你就知道哪好了，对吧？哎，靠实力。所以呢，你的家摆的怎么样，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嗯，这个瓶子哪个好？这个瓶，一二三四。这算四，怎么样？这是五，这是六，看一看，这有毛病啊！这个瓶，这还是美女画啊，一个裸体画，这个不太靠谱，桃花。来卡夫，啊，注意，大家说这个瓶好还是这瓶好啊？是这瓶好还是这瓶好啊？二好还是四好啊？二跟四你选哪个？你选哪个？选二的是对的，选二的，是吧？所以你不要乱来，很多东西是不能乱来的。再看看为什么讲瓶呢，这个瓷瓶啊或者玻璃瓶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尊，代表什么呢？代表权力。所以你家有没有权力，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尊。是叫魁凤纹，这个魁凤纹大家说好不好看呢？这个瓶和这个瓶比哪个好看呢？这四，比如这个七，这个八，你认为四七八哪个好看呢？大家看一下，感受一下。嗯，非常明显吧，这个漂亮吗？这个就漂亮。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好东西，要认识好东西，创造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新奇的东西，你要多阅读，不单单是听课，课后大家要阅读一些东西，古代的呀，啊，一些陶瓷啊方面的专业知识啊，是吧？你会发现有好东西，对吧？好，这个化妆盒、梳妆盒也是非常漂亮的啊，这都是宝贝。都是艺术品，这个好不好？这两个你喜欢哪个？一个木雕灵芝如意，第二个是木雕灵芝纹如意，这两个材质不一样，你喜欢哪个颜色？这两个灵芝好啊，灵芝，嗯，那等于二，灵芝是微性的，不热也不冷，对吧？而且灵芝有个特点，灵芝它只有在无毒状态下，环境好才可以生长。如果被污染了，那是不可以的，就无法长成。所以它对谁呢？对人非常重要，它本身的能量对人非常关键的。灵芝，哎，来看一看。大家说啊，餐厅的饰品，这个餐厅大家说冷还是不冷啊？这是暖的餐厅还是不暖的餐厅啊？凉啊，大家看看玻璃，来看啊，冷飕飕的。所以你的艺术品怎么样？艺术品是什么呀？用什么比较好？自己想啊，自己想，冷飕飕。但是玻璃
这个玻璃它是冷的还是热的？它是金，玻璃代表金啊，玻璃是冷的，金，这个懂的打一下168啊，这个要知道。先来看一个这个伟大的玄关啊，一进门这个毛病在哪里啊？这也不是，可能应该是这个跟客户有很多仇恨啊，也给客户摆了，你看一二三，你看摆了一个帽子里的话，还摆了一双鞋，对吧？还摆了一个包包，这三个怎么样？一个是帽子里养花，能养明白吗？土壤对吗？没有根基啊。第二个鞋，哎呦，把鞋摆在上边，你认为合适吗？第三个把包包，如果是玄关，这三个艺术品可不可以？对，黑色太多，这个黑色看一下是不是？跟黑色不是，这不是，咱讲艺术品，这三个可不可以？不伦不类是吧？不是，它有负面能量的，还不单单是，它有负面能量的。你把花养在一个帽子里，它能活吗？第二个鞋代表什么呀？第三个钱的话，钱包、财库或者财箱，你放在一进门的时候，你什么意思？是吧？没有富贵相，玉天说真的是没有富贵相，太差。现在谈谈花瓶啊，刚才谈花瓶，这是刚才那是古董花瓶，是那个传统式的啊。这个花瓶大家看看造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哪个比较好一点？一定要注意造型，要注意造型，你自己想吧，对吧？哎，八九好一点是吧？要有富贵相。什么叫富贵相？刚才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富贵相？大家看看，比较一下。比较一下，看一看，比较一下，看到了吧？就是好的花瓶，它有感觉的。好，富贵贫贱。通过艺术品、装饰品就可以分别出来啊。这个艺术品摆件的分类呢，可以说分两类，一个是平面装饰，一个是立体装饰。平面的画啊啊，星空啊，这平面的啊，看看这都是平面的啊。看看立体装饰，木雕、石雕、金属器物、布绒玩具、陶艺、壁饰、面具。这里啊，这个木雕 OK 啊，这个石雕，在我昨天上的新加坡一个俱乐部，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它的餐厅就用石雕来做的啊。布绒玩具啊，这个都知道。大家想一想，这两个东西
能不能放家里啊？旅游回来能不能放家里啊？面具。吓人不？千万不能啊，有的。京剧脸谱的有几个公司，在新加坡有一个卖螃蟹的一个餐厅黄了，它的商标就是京剧脸谱，包括中国的笑江南这都没有了。假面是虚情假意，你弄个假面是不可以的，是吧？假面，对，这是要命的。好，从工艺的分类有传统手工，还有混制的装饰。这个一看就是什么呢？手工加什么混制的啊？这能不能要啊？哎，看啊，现代装饰有雕塑、壁画、纤维，陶器、漆器。材料分类，金属的金，陶瓷是土的，漆器木吧，木，插花，这个好东西啊，这是艺术品的东西，现在的流行啊，做陶艺，那你记住啊，不是谁都喜欢陶艺的，谁不喜欢陶艺啊？火，丁火的谨慎，这懂得打168，就是丙火丁火的注意土。再看看啊，挑毛病了啊，这好不好看？在商业空间有大量的这种，好不好看？煞气太重，不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东西都不好。这个好不好？可以，和啥可以？弥勒佛，弥勒佛好不好？弥勒佛是财，招财的木雕啊，什么挺好的。弥勒佛，谁喜欢这个？喜欢吗？加弥勒佛，但材质得好，你得材质，你那个素质的那就不要了啊，素质的你就不要了，材质要根雕啊，哎，材质要好，这是发财的啊，哎，还有刘海是金蝉，这是沉香木，这更好了。皇帝用的沉香木的，对不对？这还是收藏品，对不对？哎，大家看一看这艺术品什么？宫灯呗，这个灯，看完灯没？这都是艺术品，好不好？太好了，日升月更，这是我给新加坡一个客户写，非常开心，日升月更，才子啊，注意。以前讲课讲到这个的时候呢，讲到过签名啊，所以现在提一下啊，提一下你的名，你的名里啊，今天讲到名，你的名非常关键啊，不能出现梦啊那种不实的东西，冷啊这样的东西，没呀、这样的啊，不要出现这种东西。
他有巨大的暗示，就金属的可以，可以，可以，金属命会，但是一定要知道它来源，来源要新。旧的啊，比如收藏品那种来源，你就和因为他听手的人不一样，你要注意这一块啊。嗯，还有大家看一看啊，名里边也不要用一些，包括你给艺术品命名，不要用一些天呐、哎，这个你要注意点。嗯，很多字呢，生僻字不可以，比如刚才老师说的啊，玉，它会怎样呢？增加传播成本。这能不能懂呢？就是有的人呢，看你这个名字不懂，不懂之后呢，他就会逃避，就会回避，他不会问你的，很少。在报纸上我们看一个名字都看不懂，它一定是人际关系比较注意，人际关系。它会什么呢？比较被动，不一定喜欢人际关系。胡玉当然这名好听，虽然胡玉，哎，但是别人都他不认识，他就不行。所以你还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找一个艺名，找个别名。记住啊，凡是那些名人，他都起很多别名，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讲到这个艺术品了啊，现在。下节课啊，等着再回来，我们讲什么呢？讲收藏品啊，有13类。在讲之前呢，在艺术品这一块，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关于艺术品这一块的啊，大家可以提问，还有5分钟时间，一下课了啊，提问还有5分钟啊，可以各个问题大家提吧。这是以前讲的。有问题，大家同学可以马上提啊。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哎。还是老师说的，大家没听着，没有问题啊。难得啊，哎，张静，财位放的物品的高度。财位放的物品的高度，实际应该是量风水尺的，嗯，但是呢，你现在呢，财位放的物品，看你什么物品，你要看什么物品，啊，看物品。阴沉木放家里好不好？不太理想。沉船木啊，大家想一想，沉船木放家里好不好？你想一想，阴沉木哪来的？什么陶瓷啊？不要太高，不要高过人吧，对。自己想一想，阴沉木在哪里啊？它的阴气重不重啊？你家里，你想一想，阴气重不重啊？你放阴沉木，你胆子大不大呀？多大胆子啊？
请问穿堂煞可不可以用地毯挡煞？因为空间有限放不了。可以的，可以的啊。昨天我在咨询，在新加坡咨询就遇到过这问题啊。哎，穿堂煞怎么办呢？但是说实话啊，你看得见，我知道你这图形看到了，你看得见它就有煞气，它挡呢只是挡一部分。说为什么要有玄关呢？啊，所以为什么要有玄关呢？哎，地毯当然可以躺，地毯呢你可以找一个什么？你可以找一个圆的地毯，带放射状的地毯，放射状的，放射的啊，或者是用八卦地毯什么。都行，放射状的啊，哎，都可以。啊，丁火陶具慎用，喝茶杯子不能用陶器吗？注意，对，不如用木的，用铁的好。陶器，土会泄火，你这个问题关键啊。寒猛星，翡翠的貔貅挂件可以附身挂带吗？看它的造型啊，你既然有了你就 OK， 但是以后注意啊，看它的造型，翡翠都是好东西啊。属鸡多注意什么？属鸡的不要自我矛盾呗，自我矛盾过不去，自我不圆滑，今年一定属鸡的不圆滑啊，最好是多多体谅别人吧。哎，属鸡的今年不太好过，现在还 OK， 这月还是 OK 的。家居饰品颜色调整一下，那得看你今年你的八字是什么呀。跟属鸡的你不能说属鸡的只用颜色调整，那还用学命理吗？你得要知道八字是什么。穿堂煞可用镂空的隔断吗？不可以。小雅，木雕豹能放饭店里吗？木雕豹得看你属什么的。小雅，豹今年还真的可以啊。那谁，宁前丙戌七月七，请问一下，西南缺角，连正南都缺了三分之一，怎么补？西南是别人家的，怎么化解？西南缺角是坤位，对不对？所以这个西南缺角怎么补呢？大家看一看，西南西南的话，我找一个添加一下吧。西南是不是这边啊？这边缺了三分之一，对吧？如果这个边，这边缺了三分之一，完这边也缺了，是吧？这俩缺，看这俩什么颜色啊？这西南是不是坤土啊？这个是火吧？补金火，对不对？同意吗？这西南缺的是不是得补土啊？补火呀、啊？补陶瓷啊？对不？西南是别人家，对呀、啊，那你一定要补土，补泰山石，放在哪呢？放在缺的那个位置，那个角。听懂了打幺六八，听不听懂啊？西南没有啊，没有的话，打个比方啊，比如这个房子。你可能是煞类型的房子呗，是不是？没有，对不对？煞类型呗，没有在这个位置补，这位置都可以补，没办法，只有在你自己家里，对不对？在这边，在这个位置补石头，
对吧？哎，淘气都可以。对啊，朋友家的他属老虎，这放个豹子太危险了，小雅，你不能说你属虎的，你属虎的你放什么虎啊？属虎的还放虎，是不是有点虎啊？加个口啊，同学，对不对啊？白虎堂，对呀，你属虎的你放什么虎啊？这不自己压自己吗？大家属马的给个马吧，哎呀，我朋友属狗的放个送个狗吧，这不害人的吗？是不是有点虎？一般房子方方正正的朝北南北，当然了，如果朝南偏很大，套这个八卦可以的，可以的啊，一切都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原则是要讲的，但是为什么用你呢？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存在跟老师讲的一模一样的现状，它一定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啊。梁真说的对，白虎堂煞气比较重，属虎的你可以放个狗或者放个马，对不对？放个豹吓不吓人呢？多吓人！吓不吓人？那叫什么呢？就是不要放一样的啊，压符。什么叫压符？就同样的属相就是压符。这个八卦图要熟练掌握。弥勒佛能挂女婿心弦吗？不挂。你觉得呢？大家说能挂吗？都虎啊，都有点虎，发现什么都敢挂呀、啊。小平，长子应该住震位，冬天生缺火可以住离位吗？不可以，住震位就是住震位。离位属于什么了？大家说离位是谁啊？他说离位是谁啊？缺火你补火可以，但是你长子你怎么能住离位呢？老是白讲了吗？你不能这么创新呢，这不叫创新，这叫歪曲，对不对？明明知道离位她是第二个女儿，啊，建房厨房在九宫格哪个位置好？大家想一想，厨房在九宫格哪个位置好？一般来说在哪个位置好？大家想一想。离位火，见火好不好？坤好不好？可以可以。艮位好不好？火生着土，怎么样？可以，对吧？可以，男士卦，哎呦，可以，我只能说可以。嗯，你要买了就挂吧，好吧。大家注意啊，尽量不要把人放在生前，好吧。房子的西北方是厨房，正好是男主位前位，是不是不太好？自己说呢，自己说呢，补一点金吧，好吗？补一点金，铜器，哎，也就代表男士，除非你是想让这个男士没什么出息啊，否则再放点金铜，补充大量的金气，缺少金，对吧？这房子谁买的呀？还存呢？
猜？朋友比较强，应该说女朋友吧，这个女士吧，这个女士比较强势吧，对不对呀、啊？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强势，那就 OK 喽。那一个强势的厨房男人下手，行，那就这么做喽。反正男的他只要不反抗，他觉得哟，我在家里我就是啊宅男主内 OK， 就怕有一天他觉醒了，我才不干呢，那就不好了。这是同步理论，大家发没发现同步理论？同步的呀。一定是女士霸道，霸道也不是不好啊，比男士赚钱多呗，对吧？胡玉老师查牌放自己的属相，什么？自己的属相查重好啊，查重最好不放自己的属相，放什么呢？放相反的跟自己合的属相。刚才不讲了吗？为什么狗年属狗的不好？它犯压符。对不对？属鸡的不要放属鸡的，要放不同的。嗯，好，咱们休息十分钟，好吗？过后同学们，讲课了啊，能看见能听见老师的声音，看见画面的打168，这个验证是非常关键的，大家要养成一个验证的习惯。什么叫验证啊？就是你别幻想。别幻想大家都在听见你，你只有验证，大家有反复有回馈才可以跟客户沟通，也是这样啊。收藏品有着13种啊，文物、字画、陶器、玉器啊，还有一些杂类，钱币、邮票、文献、票券、模型、徽章、商标、标本。哎，大家说需求啊，什么叫需求？这个需求是不同于兴趣的乐趣。需求呢，刚性需求，当你饿的时候你就考虑不到兴趣，当需求被无限满足的时候，需求就不存在了，就剩下乐趣了，我得感兴趣，是吧？哎，大家看一看啊，这13类，你喜欢哪一种？收藏品实际都是在吃饱了、喝好了之后的一个爱好收藏。这里要想一想啊，从命理深入想一想，戊土和己土最喜欢收藏，谁是戊土啊？这两个喜欢收藏，谁是啊？哎，谁不适合呢？火不适合，没事找事那叫啊。13类收藏品，古玩呢是源自于清代，以前称古董。古大家看一看，是这个古，之后就变成那个古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啊，王琦是啊，王琦可以搞收藏啊。王琦大家看，收藏价值不等于养生价值，哎，这个就是关键，这就是接下来大家要知道的什么概念。收藏品可以卖成过亿，有的人呐就是这样的，非常贵的东西，但是过亿东西它也是煞气也比较重啊。过亿的收藏品不一定适合贴身，这个懂了打168，这个是最关键的啊，这个关乎客户的身体健康，他的运势。有很多客户把那些宝贝都放自己出放自己的卧室里，天天摸陶瓷啊，全是阴气比较重的。我一问他是哪来的，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收来的，吓不吓人呢？对吧？就一个人懂啊，就王琦懂啊，
过亿的也不一定贴身，收藏品不等于养生，下次这个懂不懂？懂打168，你别一个人懂都吓死人了。最关键的问题这是啊 ，OK 好，因为这个是重要的东西。你看啊，这是老师到美龄宫，南京美龄宫的时候，宋美龄给她妈妈写的福寿全，在大玻璃上啊，有玻璃的，没有玻璃的是不可以的。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咱们同学发一个，是谁发的我现在忘了，全是标本，熊啊鹿啊，吓人呐、啊！他原来好事，那不是好事，吓人呐、啊，不可以呀、啊！啊，不可以这样的。收藏第一类文物类，包括历史文物、古代建筑、实物、雕塑、铭刻、碑文之类的啊，这个不能收啊，收也不要放家。戏剧、民间艺术品、文具、文艺用品啊，大家看一看，太多了，文物类的。看看陶瓷类的吧，这个谁家有啊？陶器、瓷器、紫砂，不一样的啊，土、瓷、紫砂。这个东西紫砂比较适合乙木来进行收藏，玉器类的包括礼玉、礼仪用的兵器玉类，还有一种是不能用的珠宝、名石和观赏啊。你要是收藏珠宝、翡翠、钻戒，这个可以。还有一些砚石啊、印石啊、啊奇石这种可以，那这个注意啊，这个丙火和丁火你就不能老研究石头，这个懂不懂啊？懂了打一下168啊，你要懂，不懂打一下一。好。文献类的，你看文化大革命的啊，包括一些海报啊、书籍啊、报刊呐、档案呐、哎、剧本啊，哎，这个说实话啊，反正老师是不收藏。这个好一点，模型类的啊，看看啊，火车、汽车，谁缺水的可以家里放个船呗。这个车模是比较好的啊，跟火有关系的。谁喜欢这一块啊？哎，喜欢的是可以的。嗯，一般的富人家里都有这些东西啊。看一下，标本、动物、植物、矿物标本，这个注意，这个谨慎。我只能说谨慎。嗯。缺木适合什么？缺木适合带木的东西，带珍贵的木，好木头啊，你别带不好的，带好木呗，你不能带别的，带好木呗。嗯，谈的玉器有11种，来看一看11种。这个注意啊，法师和巫师用的法器，你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哎，皇帝的玉玺，哎，大家看一个，这个不错。还有送礼的，这都不错啊、六玉，大家要一定要知道六玉，要知道它是器物，发兵的虎符啊，这是一个信物啊。但是大家考虑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
就要注意了。大家看这个怎么样啊，要谨慎的注意藏品。大家想一想，玉器大部分是跟哪时来的，老的是不是，玉器是不是地下呀，这知不知道啊，阴气重不重啊，对吧，你别傻傻的，哎，老师推荐什么的，哎，你多弄一些现代的也行，只要这个玉是真实的，不是化学药品，不是化学啊人工制造的，就是非常好的，要有富贵相。看一看这个怎么样，再看个一和二三哪个比较好啊，都是好东西啊，这是老师拍的，北京饭店拍的，上次老师上北京饭店里有很多好东西，那哎，看一看这三个卖的，这三个是卖的啊，哎，我发现这三个不错，这都是好东西，是吧，富贵之相，哎，新鲜。你要考虑玉的五行啊，玉的五行，翡翠，如果是你家有玉，大家要记住两个词啊，家、无、实。不安，这个懂得打168，就是家里没有石头是不安宁的，得好的石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家无欲，人无欲怎么样，这也对，这也不是绝对的啊，你我不适合戴玉，那不戴呗，人无欲不贵，玉呢它都在古代是不是都携带在腰间呢，玉带呀、玉佩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你的鱼不好也不行啊。和田玉好不好？和田玉好，和田玉大家说它产在什么地方啊？产地啊？产地在哪里啊？是不是在西北啊？西北是什么地方啊？西北什么地方，新疆， OK， 产地在西北，所以你家缺角那个位置放一个和田玉，你说好不好，如果你家 西北缺东西放和田玉好不好，为什么好知道了吗，尊贵吧，在什么地方，产地太关键了，新疆和田，大家想一想，色泽为什么以白为好呢？为什么以白为好呢？大家说前卫是什么呀？前卫是什么？这和田玉呢是白，是不是土金？说土金呐，好不好？
哦，羊脂白玉啊，这个羊脂白玉，这个羊脂白玉啊，就是何家一种的精品了。所以呢，这个能量啊，它跟地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收藏品的能量，来是地狱啊。还有啊，除了和田玉在西北，还有什么呢？岫岩玉，辽宁岫岩。大家对这个了不了解？了解打一下36，不了解打一下12啊。岫岩是辽宁的，辽宁就是哪呢？东北更美。大家看没看？也是一个土啊，这个土上面是金，对吧？前卫更美。哎，了不了解？忘记不了解。哎，上网查一下啊。哎，翡翠，大家看翡翠采在什么地方啊？翡翠采在什么呀？缅甸，对不对啊？在云南西部缅甸交界处有少量出产，对吧？哎，翡翠呢，女人戴翡翠还是 OK 的啊。但是和田硬还是翡翠硬啊？远玉、硬玉，是不是啊？在新加坡有很多爱翡翠，缅甸的玉石。看一看啊，哎，这都是大家要掌握的东西。看看翡翠，一种、二色、三工艺，这个工艺很关键啊，这是师傅，是人。当然你发没发现，老师不管是讲字画、讲书画，还是讲花品，都离不开人。人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做玉的啊，手工艺师傅那是最厉害的。手工有没有能量啊？手工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场。所以你的设计师是不是本身是一个能制造气场的啊？对，你本身就是个工厂，你是把负面的，你把你的负面情绪设计进去呢，还是正面的啊？谁是正面的打一下168。哎，老师，我把我正面情绪啊，谁那个一天老不开心打一下2，就是不开心，把那种不开心的情绪设计进不满不开心设计里面。我看一看谁是一谁是2啊。梁真，哎呦，真有2啊。马斌真有不开心，谁找你设计谁不倒霉吗？啊，龙明超，对，对不对啊？张金瑞168，对呀、啊、这设计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你设计的是设计是一个磁场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好吗？哎，关键好，颜色实际它就是个能量场啊，浓阳正和，哎，大家要知道是常识性问题啊。颜色，五行的颜色，红色它代表什么颜色啊？黄色它代表土啊，紫色代表红加水。看看这个紫色是不是红加黑是紫啊，对不对？这对吧？这个颜色要知道，讲过复一下。刚才讲的玉，讲一讲瓷器。这个瓷器呢，五大名窑啊，定窑、汝窑、官窑、哥窑和钧窑，了解的打一下356，不了解的打一下12，就是对瓷器不了解的。这个基本上瓷器呢，我认为跟谁有关系？跟甲乙
跟甲乙和土有关系，戊土及土有关系啊。好，大概写了解一下可以。就是五爻，看这是五爻，大家都知道啊。这五爻是很漂亮，是粉星、豆星、虾星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好的，哎，青石为主。现在有很多人养是吧？用茶水养，哎，隔官定军，对。钧窑，钧窑呢是宋徽宗年间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也是在河南，是吧？钧窑，因为它在钧州，那时候禹县叫钧州，所以称为钧窑。钧窑呢，大家看一看啊，它两次烧成的，所以看这个东西呗，这个纹呗，千变万化，哎，所以它像不像抽象化？有点像抽象化，它具有窑变的特点，所以呢，哎，我现在问一下，你喜欢钧窑还是喜欢汝窑？自己想一想啊。定窑，这个大家看没看？这个瓶，这老师比较喜欢这个瓶啊，这瓶是很有名的一个瓶啊。哎，自己想。所以你在老师这样在家摆啊，宁可是假的也不要真的，真的有收藏价值，但是呢真的它真的阴气比较重，你要知道它的来历，好吗？现在介绍一下什么呢？青花瓷，大家都知道那个叫台湾的谁，叫唱歌的，唱个台湾谁啊，他写一个歌词啊，方文山写的歌词啊，忘了，那些男孩子，哎，周杰伦，对，周杰伦，哎，看一个啊，青花瓷还是比较美的，他创作的年间也是比较好玩，大家看一看。这个梅瓶非常美，好吗？哎，这两瓶你喜欢哪一个呢？写一打上一，喜欢二打上二啊。哎，反正老师喜欢一，哎，我喜欢一，肯定的。谁喜欢二？可以喜欢二啊啊！那注意啊，下面这个女孩就少用啊，鬼谷子下山女孩少用，男孩是可以。青花，明代青花。五彩凤冠啊，大家注意啊，这个注意啊，将军冠要注意，这个将军冠要注意谨慎啊。看不到变换画面的什么意思？没懂。萧雅张静什么意思？看不到变换画面的，没懂。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大家记住啊啊！前天在咨询的时候，还算只是运画面呢啊？真的假的？一直停在汽车画面，那我再下课一下，重新上来一下啊？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么现在呢？现在谁啊？现在能看见什么，同学们？啊？看到了，还是白呀？白板吗？
看到的打168，看不到你打0吧。你看，还是看到的多，好吧 ？OK。再重讲一下啊，汝窑看到了吧，对吧？定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造型啊，还有元青花。梅瓶是比较好的，梅瓶看到了吧，宋青花，宋青花一般都比较粗糙，胎子比较粗一点啊。明朝才发现，哎呀，跟法国似的比较媚俗，比较漂亮啊，表面感觉比较好，这属于将军贯族一点啊。将军贯有的时候你要谨慎，将军贯有的时候他装东西装的来历不明，你要注意啊，哎，这要谨慎。老师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收藏品，它不是养生的，注意阴气这一块。有的时候将军贯它装的东西，那我问你，这装什么东西知道吗？你上网查好不好？装什么你知道吗？上网自己查啊，自己查。好，要挑毛病了啊！关键是有不少家里还有唐三彩，有的打一下4，没有打一下168，明白了吧？有的家里居然有唐三彩，哎呦，居然有唐三彩呀、啊，吓不吓人呐？是那个名吗？我居然发现不少家有，唐三彩。对了，那个名，对 ，OK， 迅波啊，聪明，好。所以很多东西呢，你得认真，你看呢，不懂啊。唐三彩放在哪客厅？有的居然放在卧室，吓不吓人？贵呀，还贵呢。再看一看青铜。青铜能不能放家里？大家说，青铜器放家里好不好？可别瞎放啊，青铜器。所以客户放你也要知道。今天老师主要是给你们一个启发啊，放这些东西，放鼎可不可以？放鼎、放尊，既适用的，又真的，又新鲜的。用心的，用心不用旧。从养生角度，用心不用旧啊。收藏品有四化，这个也是一样，旧的你就别用了，但是那些好的书法家真是的漂亮写的啊。这里我还真的提倡用好字体的书法，用古代名人的书法，也不要用不好的、来历不明的啊。大家看一看啊，包括《千里江山图》，包括什么呢？《富春山》，这都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有山有水。一般记住啊，客厅要放山水画。上回我讲过，要放山水画，山不太高，水不太急，你看比较浑厚的。山有吧？说有近山，有中山，有近山吧，中型的山吧，对吧？还有远山吧，这不一样。
近身，比如你身边的贵人，你画的要有东西啊，对不对？中呢，啊，想一想，贵人，远山呢，背景，你得全呢，对不对？你得有全呢，你别就一个旁边的贵人远山都没有，哎呀，你都没有背景，能行吗？这个人有背景，明白了吧？有背景，哎呀，这个人没背景，有背景的好还是没背景的好？大家说，这个人就一点背景都没有，好看吗？没背景好吗？就是没有远山，没有远山，全是近的也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看一看啊，近的、中的、远的都要有远山，都要有，说明什么呢？中长期的贵人都有。这个听懂了打一下168。其实你画山你也要知道，说你这山里你这没有不全呢，啊，结构不全，没跟他讲明白，结构不全。啊，还有啊，刚才忘讲了，大家说如果你家里边放一个你都看不懂的，可不可以？草书，草书放哪好？老师问一个关键啊，草书放哪好呢？它代表什么呢？代表什么呢？放书房，草书放书房，代表什么呢？草书代表什么？真的，真的好好想一想，放书房，你见过几个人把草书放书房呢？嗯，哇，萧雅，不放家里，放哪里啊？放哪里啊？收藏馆，张杰瑞太聪明了，你师傅也就是收藏馆，你草书你乱不乱呢？还放书房，代表你以后的境界乱呢、啊，乱七八糟啊！你见几个大官的家放草书？所以这他不告诉你都不懂，对？你看几个贵人的富人家啊，或者官人家有名望的名人家放草书。放荡不羁，是啊，那你自己想吧。
好，再看一个啊，是画阴气重，假的可以挂，真的藏起来吧。杂项包括什么呢？这个比较关键啊，比如紫檀的插牌、作品、红木家具啊，成龙呢有很多家具呢在新加坡，保存很关键，就是收藏完之后你要收藏好，这个也很重要啊。嗯，来看一看啊，木足现在都是崖柏、象牙、牛角、文王四宝漆器、素品铜器、佛像，对吧？鎏金器皿。这有很多都是收藏的，劝大家要知道养生价值啊！来，又讲一遍，哎，收什么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好吗？嗯，杂项，这个在新加坡有卖的石雕，还看过那个貔貅，这个，哎，很贵的，嗯，来看一看。杂项类的如意，不能放家里啊，绣品，哎呀，放很多五星级宾馆放，象牙当然好东西了，对不对？哎，那你注意点，嗯，还要提出来一个，还是赝品，注意点啊，唐三彩，大量的赝品，看一看，啊，唐三彩复制车间，这要命，嗯，好，再谈一个字画啊。字画要注意作者，第一，大家能不能理解作者第一？能不能理解这句话？作者第一，什么叫作者第一？同学们，你可以跟老师解释什么叫作者第一啊？作者画家是谁？这个太关键了。运气、个性，对吧？哎，别傻傻的不懂，嗯，贫穷、脾气，哎，气场，对呀，他的个性，对吧？职场的经历，对吧？哎，为人是不是啊？为人处事，这个哎非常关键，气场，所以这个要命啊！下面这个是张大千的，下面这个是张大千的，嗯，下面这个叫傅抱石的。看一看，这个作者跟谁有关系呢？实际作者跟属下也是有关系的，对，跟属下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最多，书房最多，收集上来的啊。假的关系不大吧，假的应该关系不大吧，没明白，假的字画，假的字画看谁写的，谁写的，没明白，嗯，来历啊，记住，不管是谁，来历要清楚，谁写的这个关键啊，阴气不要太重。好，下面的同学有关于收藏品方面有问题可以提问，我们再过五分钟就下课了啊，收藏品可以提问。一个关键问题是啊，养生可以啊，但是不能够怎么样，养生不等于收藏，有值钱不等于啊对你有好处，不一样的啊，嗯，有没有提问的？嗯。
黑曜石好不好？黑曜石哪来的曜石啊？黑曜石你放哪吧，好不好？干什么的知道吗？哪来的黑曜石？你自己感觉，你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啊？自己感觉好吗？这个东西没有好坏，匹配胜最好，记得啊，匹配胜最好，匹配胜最好，尊重各方面的信仰啊，匹配胜最好。收藏品要根据九宫和人的八字命理来，我还是没明白，收藏品收藏是方位呀，还是怎么样？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新波啊。有的人适合收藏品，有的人不适合收藏，一样的，收藏品实际就是贵重的艺术品，是吧？包括十三类的收藏品，对。是关键是什么呢？收藏品它的养生价值，它主要是价值问题，和养生它是矛盾的，而不是统一的。记住啊，收藏品的收藏价值和养生正好是相反的。由于它的气场经历了久远的年代，是吧？哎，对，还有很多基础问题，大家记住啊，有很多基础问题要自己查，自己百度 Google， 很多那种可以查的问题你问出来丢形象分。为什么呢？平时不复习，没有思考，网上有的基础知识你再问，丢你的形象分，给你感觉不思考，不会自己收集资料的感觉啊！注意啊，这一点非常关键。大家说小孩子缺水，你怎么知道黑曜石是补水的呢？谁说黑曜石是补水的呢？这个黑色，你认为孩子戴舒服吗？这是不是起码的常识啊？大家想一想，黑曜石是十二生肖的守护神，这谁说的呀？谁的说法呀？谁说是十二生肖的守护神？是买家呢？是卖家说的？还是谁说的？你相信吗？对了，一定是卖家说的。谁说他要是十二生肖守护神呢？谁说的呀？一定是卖家说，你也相信呢？黑色，大家想常识，黑色它是压抑的还是生发的？这是简单的常识，你认为呢？对，韩猛星对吧，黑色你认为是压抑生发的，孩子这个气场你认为是应该怎么样？他是鼓励的，是不是一种赏识，是生发，孩子你还要压抑他吗？很简单的，你见到黑色的你会什么感觉？他是收敛的，压抑的，是吧？像下流的，阴气比较重的，这是常识性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是这。那卖家说你也信呐？懂得打168啊！如果你要说什么呢？哈，翡翠、和田、玉。
守护神也可以啊，金子是守护神可不可以啊？ OK 啊，大家呢要有自己的，我不说了啊，要自己要有辨别能力。网上说的，网络上说的可信度太低，网上说的不如什么呢？不如书上，书上说的不如名著。大家一定要知道知识的来源，来源文献的来源，别听信，要有基本的判断，好吗？现在我发现就是越来越通俗文化了，在网上看的就不看书了，这是不好的，要有阅读量，真的要有阅读量，同意的打168啊，要有大量的阅读，读一些书，坚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每天读两个小时书，好吗？这太肤浅了。因为你是设计师，设计师干什么的？设计师设计梦想的，你这梦想太肤浅了，不好，好吗？今天到这里是都10:30了啊，我们下节再接着讲啊。好，大家非常快乐啊。 OK